意思念你，你家里在砍甘蔗。你说你喜欢我，我帮你砍了一个星期的甘蔗。砍完甘蔗，你说我们之间不合适。第二次见你，你家里在拔玉米。你说你舍不得跟我分开，结果我心又软了，把你拔了两个星期的玉米，搞得我现在晒得黑咕隆咚的。然后你又跟我说你要重新考虑一下。第三期见你，你家里在拔花生，你跟我说你心里还有我，我又把你拔了几天的花生，搞得我手还在抽筋。然后你说你一个人会过得开心一点，今天你又对我说始终还是我好，想跟我重新来过，我才懒得理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家甘蔗又得拔了是不？你以为我傻啊？这么好骗啊？我才懒得理你。